等俊男的长丝花开了，你会写信告诉我吗？飞桃花小迷离，走了，一路平安。云姐，你和安乐姐能不走吗？小姐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。那你呢？你也没有吗？哦，云姐，你看，我现在有了进宫令牌。你不是一直想看御禁馆收藏的《大漠孤烟图》吗？里边还有太祖编撰的孤本、失传的棋谱，我知道你都喜欢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的。那小姐怎么办？安乐姐，她不会阻止你留下的。她多年来韬光养晦，从未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着的。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陪在她身边。殿下，紫渊也要走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交集，你也不必再为我费神了。我还是大清储君，往后日理万机，自然无暇牵挂旁人。如此，那我便更心安了。紫渊，等俊男的长丝花开了，你会写信告诉我吗？不会。殿下说过不会再为紫渊伤神，紫渊亦是。苍生撕碎虚伪面具，看破阴谋诡计。故园秋风吹痛我眼底，夜深露重，休将昨日再提起。院琴，我们该走了。多谢王公子特地相送，山高水长，就此别过吧。韵姐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然而就算我不愿意承认，我这些年的人生里最肆意开心的时间，竟是从靖南来京的那一年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太子殿下，我今天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你明明有机会可以逃跑了，但是你却留下来照顾了我的小百姓。
太子殿下喝了我的酒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